们现在来到 HP 的摊位，然后我们请到 Alvin 来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次电脑应用展的热门机种。Hello， 大家好，我是 Alvin。那这一次呢，在应用展哦，在我们 HP 的摊位，要告诉大家非常棒的好消息哦，就是呢，我们有一款雷射印表机 M1120 哦，它现在呢不但特价6900块钱，而且在我们应用展的时候买呢，还要让你好礼三选一哦。其中一个呢，当然是我手上现在这个非常夯的变形金刚，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市价3600块的美利达的这个变速小折，另外还有250G 的这个随身硬碟。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把握在我们应用展的机会，赶快来到我们 HP 的摊位哦。那我们现在呢，来请 Alvin 来讲解一下我们这次电脑应用展呢促销的喷墨印表机机种。Hello， 大家好。那么呢，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只有在我们应用展这五天，在我们 HP 摊位，你才买得到这样这么划算的价钱哦。当然呢，就是呢，在我们现场这一款传真无线十合一的这个多功能事务机 PhotoSmart C7280， 它的原价要9999元，可是呢，在我们应用展这五天，在 HP 的摊位哦，你可以现场下杀4000块钱呢，也就是你只要599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去，非常划算吧。所以呢，喜欢的朋友记得应用展这五天来到我们 HP 摊位哦。好，我们先来到 Epson 的摊位，然后我们现在请到施柔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一次电脑应用展促销的喷墨印表机的机种，然后还有促销的方案。我是思柔，那是这次我们应用展真的杀很大，我们的机种呢，除了一贯的省快美安心之外呢，我们还有新的这个很多的促销方案，包括哈，我们如果买了 TX410 的机器，我们就会送这个价值2980元的耳机，非常非常的优惠。那另外呢，如果你有耐心来的话呢，我们每天还有一个一折的活动，比方说呢，在8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 T210的这个机种，它只要159元就可以买到。不过呢，你要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来跟我们玩小熊拳的游戏，只要赢了呢，就可以用159元把这个带回家。那另外还有杀更大的哈，就是在第一天的中午12点的时候，我们有这个1元机的活动，我们只要玩1元叠叠乐，就是赢了能够把这1块钱叠最高的人呢，就可以把用1块钱把这个 T300 这个机器带回家。来到 Canon 的摊位，我们请到小恩来帮我们讲一下他们今年电脑应用展展览的喷墨印表机有什么样的促销方案，还有什么样的机种。那这一次的 Canon 呢，印表机带来了一系列像是家庭式的、SOHO 式的，以及呢喜欢拍照的各位朋友们哦，我们只要有购买 Canon 的相机呢，以及我们的印表机，那我们印表机搭配出来的印出来的相片呢，都会非常的漂亮。因此我们今天呢，只要有购买我们的印表机，我手上拿到的幸福玉手也会赠送给各位朋友们，里面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相片纸，就从我们大的 A4 的相片纸到我们的4x6的相片纸，以及呢，现场如果朋友们在家里面哦，喜欢拍大头贴的话，我们大头贴的相片纸也会直接的有购买就送给各位朋友们哦。好，我们现在来到 Fuji Hero-X 的摊位，也请到叶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一次他们电脑应用展展览的雷射印表机的机型以及促销的方案。这次呢，我们Fuji Hero-X推出一个非常适合消费者在家里使用的三合一雷射多功能事务机3119。那目前呢，消费者可以在应用展每日限量5台，以3999元就可购得，是三合一多功能事务机，非常超值的划算。